你看的那种很丑的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字的，那个大概是我做的啊。但是如果字太多的，也不会是我做的啊，不会是我做的，因为一大堆出版社都是字一大堆，我想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多字，没有人教你怎么？哎，我这样讲好凶，我今天有在录音啊。他们做的其实很好哦，谢谢他们。好，往下看。